要要要要要要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要要要！What's up？ Sounds good, sounds good。我说我会开直播，我就会开直播啊。你们是不是等得很，心急呀？我再等一下，等一些人进来。Hello,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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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上好什么什么不什么？上好什么什么？再等一些人。我看那个下面有，哎，干嘛？有一个东西出现，我不知道。应该按哪一个东西，一个什么 PK 什么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什么 PK 什么，然后有一个倒数的东西，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我不知道这个倒数完了以后会怎么样。 OK， 完了啊。What's up？ 你们应该没有翻译啊，所以我看见下面有很多人留言，有发一些字，谢谢你们呢，但是我都基本上都看不了，再加上都播了很快，水水水水水，但是谢谢你们。哎，我看到 shout out。我看到 I love you, I love you too。 播一些音乐，我们等的时候我会分享一些我的想法，听一下陈奕迅的，我都不知道首歌叫什么名。你们现在在哪儿？在家里啊？ Hair Swag。哎，还有一个出现呢，这个倒数二十五、二十四，我不知道什么 PK 什么的。14.9，14.9，我都不知道是多少人，我写给你看。其实 15.8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？15.8，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不是我猜啊？这个是不是意思是不是这个？快看，是不是15.8？就是下面这个是吗？太棒了 ，OK， 哎，差不多20.4 ，OK，cool，cool，cool， 你们有看刚刚的直播吗？刚刚这个 ，Hey you，Hey you，Hey pick me，Hey，有看吗？我觉得，哎，我可以停音乐，因为。认真一点，我觉得真的真的真的，很开心可以参与这个节目。然后刚开始，参与这个节目开始录影的时候，我都怎么说啊？你看我拍节目的时候，在里面，每一个镜头你看到我，其实我都比较很。都是我平时的行为，对吗？都是玩玩的，都是享受啊，但是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基本上我的心态都是很平常，都是啊，说实话，第一个想法都是哎，有工作了，对吗？可以参加这个节目，可以曝光曝光，可以曝光，对，曝是不是曝光？对，有一个平台可以曝光。当然是
说实话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，都是很感恩，都是很开心。但是真的没有特别对这个节目的内容特别投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我根本对练习生不是太认识，对这个文化、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东西不是太认识，所以就没有特别一些想法。但是发现慢慢在节目里，我都有分享的，就是我经常会说的，就是越来越佩服，越来越欣赏，每一个练习生，不只是参加这个节目的练习生，我说的是整体，会尝试接触这种环境的人物，无论是男的或者是女的，我知道都有一些女生的练习生，我越来越透过这个节目，我越来越佩服，越来越欣赏这种人，因为一个字来形容就是，辛苦，辛苦是两个字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很辛苦。然后我觉得除了很辛苦，每一个练习生真的需要有一种火在心里，才会能够继续走这条路。当然，其实做任何娱乐有关的艺人这种的身份，其实都很难，因为对啊，有很多元素要配合，你才会有机会发挥，才会有机会表现你的才华。但是说练习生特别这个身份，我觉得真的很难啊，无论是真正是要练习跳舞啊、唱歌，更难的就是真的要把自己，放在一个团队里面，可以能够平衡到，表达自己，可以把自己的才华、把自己的性格，可以给观众们看到，给这个传媒这种人看到。但是同时间，你也需要把自己完好，在一个团队里面，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种很特别的人才，才会能成功做到。今晚最后这个直播，最后这个结果，我不说结果，我先说我的感受，就是一开始我的心里都其实很兴奋，很期待到底最后结果会怎么样。我相信跟你们所有人都一样，当然，大家可能心里都已经大概有数，有一些人肯定应该会能够进去，但是有一些人就会不会有可能没可能，我跟其他的导师一直都有聊这个事情，到最后结果，你问我，有没有惊喜？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没有那个？其实说实话，到最后的二十个练习生，我觉得每一个其实都有资格，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的长处，对吗？长处，一些的独特的，对，一些独特的个人的一些东西，让他有资格能进出这个9%，shout out to 9%。但是，现实就是根本不能有这个情况，有人会进去，有人会不能进去。所以我觉得，无论到最后是哪9个，都会有一些人，我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有这个没有那个？为什么没有那个有这个？这个，但是我都想说的，现在9个，我觉得都有资格，然后都是有实力，然后都是值得这他们获得这个机会。然后除了
9%，我觉得所有的练习生们都已经得到我的认同，我的怎么说，我的佩服，我的尊重。对了，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每一个都让我完全尊重他们，因为无论是100个变成60个，60个变成20个，我觉得都是好好的体验，能够在这个舞台，在这个舞台上表现自己的热爱的一个东西。对，然后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直播啊，有很多瞬间，我觉得都真情流露，真情流露，流露流露，是不是？真情流露，我都有。有一些时候觉得哇，很搞笑啊，他们拍的中间的一些视频，然后有些时候也很感动。你们有看的话，当然，特别是有一段是，这个练习生，然后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父母会跟他们说一句话，我就发现，我看的角度真的特别有感觉，可能是因为我有两个角度来看，第一就是我自己的作为一个儿子，我自己都是一个儿子，我都会看他们的分享。我会想起当年我的爸妈怎么看我这个梦想，这个 rap 的梦想，说唱的梦想，不会去读大学，但是反而就说，哎，我要做一个说唱歌手，当然我们的关系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时候，但是到最后，我很感恩的就是他们都。不只是接受我的梦想，我的理想，但是他现在完全是我最大的粉丝，我有几个最大的粉丝，当然老板娘是我的，怎么说，老板娘是我的 center，然后小老板是传媒制作人最支持我的，但是我爸妈都让我很感动，因为他们现在都。对啊，给我很大的鼓励，给我很大的力量，所以我看他们这个练习生，配置他们的父母的时候，听他们的分享，听他们说的话，我特别感动。同时间，除了当儿子，我也是一个爸爸，我一边看，我就会想起啊，日后如果小老板。有一天，他找到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梦想，我不知道会是什么，是不是舞台，是不是网红，是不是 这个是网红对吧？网红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他会上，可能他会想做律师，是不是？Lucy 律师，厨师。有好好的感觉的体验的节目，然后两个都是给我很大的平台来，表现我个人的一些的，对，不是才华，终于给我一个平台，让我可以给更多人认识我，所以这点我是很感谢。然后对啊，都是有机会在舞台上跟。
练习生们一起演出，我觉得都是很开心。我在那时候，我有说，不是我的舞台，然后他加进去，是他们的舞台，他们邀请我进去，我觉得是很，都是我的荣幸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技术支持，最重要就是支持欧阳靖 MC 君，然后有时间都可以支持 9%。感谢啊，9%，我自己很期待他们后来的发展会怎么样，然后都很期待他们后来的舞台啊，他们的作品啊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今晚一直看，我都想起，到最后这个无论是谁会进入这个男团，我觉得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生命一定会重新改变。其实他决定参加这个比赛已经开始了，但是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完全是一个很，怎么说啊，这个好像梦想成真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开始，所以就为他们，我都为9% 打 call，然后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他们。对，然后我知道我之前有发一个视频说，今晚我特别有重要的。上线是不是上线？哦，应该是上线，发出，退出，总之现在你们正式可以去听了。因为之前一直我都是有听过的话，都是因为可能看到我一个视频，就是我在酒店里面拍了一个自己一个 MV，这首歌叫《不帅》，对，不帅，歌的灵感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不衰团队，要要要，shout out shout out shout out，skr skr，你们给我的鼓励，给我的支持，给我的力量，实在是太棒，我完全感受到，在这半年多一些的时间，无论是来机场接我机，无论是来看我的活动，无论是你们的小礼物，无论是你们在微博发给我的一些留言，虽然我最大的挑战就是看不了你们写的东西，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很多非常非常怎么说，正能量，正面，非常有心的一些分享。让我真的很感谢，然后让我都会反思，是不是反思呀？应该，会想一下，在这半年，从去年的夏天到现在，其实都好像一个梦，好像一个做梦里面的一个环境。很多很好的机会，很多很好的平台，很多很好的，怎么说，体验，然后一直都是有一班，非常非常热心的人物陪着我，就是我的不衰团队，然后不衰团队其实我觉得越来越让我感受到的就是，真的好像一个小家庭。虽然可能，说实话，
有一些人我有看过，有见过很多次，但是真正跟他们聊天，了解他的背景啊，他叫什么名，可能我真的说不出来，但是我完全认得，哎，有些你啊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对啊，最重要不是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，他们对我有什么多少的支持，让我最开心的，说实话，就是看见你们之中，你们这帮人之中的关系，你们一起的沟通，你们一起的交流，我看见有很多人基本上不是因为不出来团队认识，然后因为不出来团队认识，他们现在已经又变成朋友们，对啊，好好的朋友，一起去吃饭，一起去玩，一起去看电影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就是陪你们一起看电影，因为每一次跟你们去看电影的时候，最少都会有3、4杯黑加仑，然后你知道，电影院一般来说都没有黑加仑喝的，但是我们都会3、4杯拿进去，所以这首歌《不帅》里面的很多歌词内容，整首歌的精神就是想把这个我的感谢，放在里面。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，我现在就唱给你听，好吗？好吗？如果你想听我唱的话，下面就给我一个 sounds good，不知道，给我一个帅帅帅，我看到帅帅帅帅帅，下面写，那。下面写不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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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啦，应该，写不帅不帅不帅。我一看到10000个不帅，我就唱给你们听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9999，好了，10000，到了。OK，来吧。是，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，你还记得这首歌吗？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，1973真的很特别一年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，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。来自纽约的布兰克斯，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，出征 tables mic check 1 2，他叫 Cooper， 他是嘻哈的教父，他主办的活动好像新鲜空气，那些追求名利和财富并不是动机，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哭，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。谁会猜到40多年后，嘻哈的影响传入技术感受，你想充分了解这个东西，它的历史是最重要的。NDA 嘻哈是什么？不管你主流。 OK， 玩，正式来，正来了新歌，可能对你们不是新的，因为你们有听过，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不认识这首歌，重点就是现在你们可以去听了，这个所有的音乐平台，什么酷狗、QQ， 我这个直播完的时候，我会在我的微博，发一条微博，有所有的方法可以听，但是你们应该都会找到，但是现在我就唱一遍给你们听，送给你们现场版，酒店现场版的不帅来了。Peace and love， peace and love， 你们知道不帅队长是谁吗？一起唱。那我先来个自我介绍，欧阳靖一听到
你们可以尖叫，哎，就算反应不是那么好无所谓，因为我声音也那么嗲，不习惯传统，反而我是相反，追求积极的风格，让我最有满足感。你看我身材，我根本不能高高在上，没有任何包袱，我不适合当做偶像。我的 lay back flow 是特别流畅，再加上我这会发出正能量，哎 ，real 就是 real， 那我不能假装，所以打算陪你们到地老天荒。I don't do this for me, I do this for y'all。感谢你经常为我。生活愉快，越来不快。See they be hating, but I don't get mad on them. Nah, nah, I just dab on them. Haters hating, but I don't get mad on them. Nah, nah, hey. 祝你生活愉快，越来不帅。祝你生活愉快。越来不帅，祝你生活愉快。越来不帅，祝你生活愉快。越来不帅，其实我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你的崇拜，只想大家开开心心，就是我的心态。团结的精神会变 hands up high， 祝你生活愉快。越来不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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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帅。不帅不帅不帅，我们生活愉快，越来不帅。耶耶耶 ！Oh my god, so hungry！ 哎，再播、啊，太好玩了。OK， 对啊，看一下，差不多半个小时了。谢谢你们陪我。半个小时听我说话，看我说腔，怎么说，有其他，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啊、我谢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你们看我的直播，重点就是现在我的新歌不帅正式上线，就是发出，你们可以去听，你们可以看歌词，背歌词，一边听一边跟着唱，对啊，其实基本上我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多一些快乐每一天，对啊，其实这个就是我的目标，我的目的就是想你们每一天多一些快乐。你想看的话，这个是我的电脑，我就去看有没有音乐可以播。This is what we really
tell me who's the enemy? Is it my past or am I running from my destiny? A couple laps and it'll probably jog my memory. It'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. I can't pretend to be unaffected by this drama in my life. And it's not just me, I had to watch my family sacrifice. If I could, I would go back and make it right. Back to zero, no, I ain't going. Yo.最新嘅體驗就係做人低調先可靠，平時習慣將自己同其他人比較，這種行為每日每秒都嘗試克服，因為只有個人嘅突破先會令你成熟，我就係唯一一位感受到我嘅辛苦，所以無所謂，就算要俾人低估，只有一個發揮我所有能力，就算要從零開始，我都要做到成績、hey.忘记我的过去，忘记我的成就，还有我的错误。为了尝试走新的路，我愿意放下一切。Yeah, that's what I gotta do. 哎，零零零，从哪里开始？零零零，也不会太迟。零零零，放下一切。哎。如果你是我，可能你不会这样办，但你不是我，你只可以刮目相看。有些时候不能只依靠预感，你以为我没计算，其实我是相反。决定上这个舞台，目标是清楚，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，一直保持直，练习上的快步，在哪里已经根深蒂固，一步一步怎么应付新的环境，以后会怎么样，根本是命中注定。这是我的生命，不是好莱坞电影，不知会怎么发展是不能确定。我的真正身份是谁，谁到如今没输要再摆明，我更充满决心。你们给我的鼓励是最大的原因，这次的经历永远都会刻骨铭心。忘记我的过去，忘记我的成就，还有我的错误。哎，为了尝试走新的路，我愿意放下一切。If that's what I gotta do， 零零零，从哪里开始？零零零，也不会太迟。零零零，放下一切。If that's what I gotta，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hero。Everybody wants to be a hero, but I know I gotta start from zero. I said I know I gotta start from zero. It's my destiny to be a hero, it's my destiny to be a hero. Come on, but I know I gotta start from zero. I said I gotta start from zero. 忘记我的过去，忘记我的成。够了，想听的话就多来看我的。I am Hip Hop Man 神会说唱会，其实什么时候会再开始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之前我看到有人写戏会给我，太感谢太感谢了，我等了很久了可以当戏会，谢谢谢谢我想说之前我的 I am Hip Hop Man 神会说唱会很开心因为素媛暂时已经暂时只能去一半的城市，因为之前都有公开的，就是会有计划去上海啊成都啊一些我暂时还没去的城市，但是之前可以在北京啊、深圳、广州、重庆不同的城市。开自己的说唱会其实真的是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后来都可以对啊，继续这个神会对，就快会去 Australia 怎么说啊，我给你看我平时的，这个就是我平时的，我给你看 Google Translate，你看到吗 ？OK， 我就会打 English， 这个就是我的世界了。OK， 你看到吗 ？OK， 可能有点难看啊。OK， 我叫 Australia， Australia， 然后我就会改 Chinese， 然后这里就会写给我 Australia 就是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。对对对，就会去澳大利亚。如果你们有在澳大利亚的话，你就可以来看我的神会
说唱会。其实我可以再清楚一点，两个城市我会去的就是墨尔本，第一个城市就是墨尔本，第二个城市就是布里斯班。其实我又差不多，我差不多要说啊，对，你想听这个？我看到有人写，播这个发音这个功能。布里斯班，再来一遍，老师好吗？布里斯班，对，我差不多要跟你们告别，是不是告别？对，告别是 say bye bye， 对吗？我要告别了，因为我还有一些工作要，那都不是工作，我是要去跟，这个爱奇艺的一些同事，然后其他的，练习生的导师们一起去庆祝怎么说？庆祝？我不知道庆祝，但是应该的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投入、很认真、很努力，完成这个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，最后就是不衰这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关注，继续把我的作品安利给你亲戚朋友，你一点都不会觉得麻烦，我一发微博你都会准时来点个赞，对吗？对，不帅不帅。最后就是 shout out to 我的不帅团队所有的队友们，队长非常非常感谢，然后希望对，还有就是，接下来几个月，接下来这段时间，其实我都有一些，动力，不是一些，有很多动力，想做更多的作品给你们，音乐的作品，有。参与啊，电影作品的参与，我也很期待。虽然不是这种大角色的主打的角色，但是我觉得都是很好，很感恩，因为都是有机会接触一些我非常非常欣赏的艺人，我非常欣赏的演员，应该说对，真正的演员。还有什么？对啊，还有就是我都会有机会参与一部电影的作品，暂时没有太多的内容可以跟你们分享，因为还没时候，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真的太期待这个作品，这部电影的开拍，因为我相信是会我暂时来说过那么多年有机会参与的，无论是电影无论是电视剧，我现在说这部电影这个作品会是我最大的挑战，也会是我最大的，我希望会是一个最大的演戏的一个个人突破，所以就很期待。 Peace and love。记得不帅
去听多几遍，然后走之前还有一些最后一个消息跟你分享，我就走了。就是啊，听说啊，你现在可以去听这首歌，但是听说明天我还会推出不帅的 MV， 正式的 MV， 正式的一个 music video。OK， 别告诉其他人，我只想告诉你们，明天我会送给你们一个新的不帅的 MV。Peace and